六節的辯論合併，就要確保所有的辯論都可以在這個禮拜完結，務求令到下個禮拜，即是下一次的立法會會議就可以開始表決程序。我認為周成主席你在卸任之前是做了一個極之壞的先例，比 下一任的立法會主席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樣是去限制立法會議員的發言權利。這個是你建制派背景的宿命本質，我要批評。主席，這一節的辯論是涉及新民主同盟提出的三項修正案，包括了編號300以及編號355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六個月的薪酬預算開支。主席，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首次提到就話要以重質的方向是發展旅遊業。新民主同盟過去三年審議財政預算案的階段呢，其實都有提出是削減旅遊發展局資助金之下用在大陸市場推廣的全年預算開支，其中原因就是因為要求司長是要接納香港旅遊業發展的方向呢，是應該是要向重質不重量的方向。所以新民主同盟當然是歡迎今次預算案裏面提出是要檢討，讓香港的旅遊業不會再盲目只是追求旅客人數的上升。不過原來旅發局用在大陸市場推廣的開支呢是沒有減少的，仍然是撥出了高達4000萬港元的公帑呢，是去吸引大陸旅客來香港。雖然這幾個月大陸的旅客人次呢是有下降的趨勢，但無論在數量上面亦或在所佔的比例上面，其實都還是非常多，是偏多的。今年的五一黃金周甚至是錄得是有473000人次的大陸旅客來到香港，按年即比起上一年是上升了 7%， 是三年來的新高。新民主同盟過去多次指出，單一依賴大陸的旅客客源呢，是令到香港旅遊業被大陸經濟主導，出現了如果旅客人數波動的情況呢，其實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我們又看一看2016年第一季的數字，大陸旅客整體人數呢下降了 15%， 但非大陸旅客的數字呢其實是上升的。換句話說，原來大陸旅客是有個排擠效應，非大陸旅客在第一季上升了 5.4%， 個別地方包括泰國旅客的上升的比例呢是高達 36%， 德國旅客上升的比例呢是高 14%。 但是我們的政府和業界亦都是繼續想蠢蠢欲動地樣是恢復一簽多行，而不是讓香港的旅遊業咧係撥亂反正，好似過往咁樣咧係港營四方客。而家話想要繼續擴展自由行城市啊，恢復一簽多行啊，日前甚至傳出特首梁振英向旅行社東主協會表示，就話如果香港人保證唔再踢劫侮辱旅客，梁振英馬上就會向北京要求重新取消一簽一行嘅限制，同埋開放更加多自由行嘅城市。新民主同盟認為這種的講法呢是倒果為因，將香港大陸旅客人次下降的原因呢是歸咎於香港人不是做好好客之道，但實際香港人呢是要承受無止境的大陸旅客，令到自己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我們看一看澳門，澳門沒有拖劫沒有驅蝗，但是因為大陸的經濟逆轉，大陸旅客的數字下降，澳門的旅遊業零售業受到的衝擊呢其實比香港是更加大的，這些是事實，亦都是張張明心。但梁振英就不承認過多的大陸旅客是影響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因為在梁振英眼中的旅遊業呢不單止只是發展旅遊，其實是他嘗試製造香港是經濟依賴大陸盲目推行中港融合的一個工具。梁振英上個月底怎樣說，他公開說鼓吹港獨的後果要全香港埋單，因為大陸居民十分重視國家統一。
所以如果有人提倡港獨，會嚴重影響到大陸居民來香港旅遊的興致。主席，原來香港要發展旅遊業，不單止要好客，還要政治正確。我們看到梁振英如何重視以大陸為重，不是看香港的大局，重視大陸旅客的興致是多過關注到香港現在有種種社會矛盾，所以才有港獨思潮這個的冒起。不過如果用政治口號來吸引旅客的結果，我們相信新民主同盟相信只是會熱面貼著冷屁股。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大陸過去經常出現抵制日本貨的行動，早前呢更加出現了說慶祝這個熊本大地震的減價宣傳，但是非常之諷刺，因為身體最誠實，日本正是逐步成為今時今日大陸旅客的熱門旅遊地方，香港的旅遊業的優勢呢是逐步逐步地是去消失。主席，新民主同盟過去一直是提出發展旅遊業不能夠只是依賴單一的客源和單一的旅遊模式，所以用購物為主的旅遊模式呢，其實呢是令到香港旅遊業發展呢是走向死胡同，甚至乎是出現了我們見得到那些零負團費啊、影子團友這些問題。負責旅遊事務的蘇錦良局長對這些情況無力打擊，甚至是變相縱容這些劏客行為，竟然可以在香港出現了大陸導遊打死大陸旅客這些事件，這些才是真真正正影響香港的旅遊之都的形象。在2003年未有自由行之前，香港從來未發生過這些事。香港之前是購物天堂，香港是有好客之道，但是因為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旅遊政策，令到香港蒙上了污名，令到香港的旅遊業發展呢是大陸化。我們的局長不願意提，不願意講事實，我們的功能組別的議員亦都不面對這些事實，只是不斷地多些自由行城市啦，一簽多行要恢復啦，這樣是罔顧香港人生活上面遇到的種種問題。主席，國家地理頻道最近評選了香港的麥理浩徑是全球20條最佳的行山徑之一，香港其實還有很多自然生態是值得世界各國，不只是中國的旅客欣賞的，是有潛質發展更加多的生態遊、文化遊，這些有香港本土特色的旅遊模式，而不是只是依賴單一的旅遊模式來到香港購物。蘇錦良局長任內是無力處理旅遊業帶來的種種問題，只是叫香港人等多班車，這些其實就是失職。不過如果講起蘇錦良的劣跡，當然不是只是單一範疇，他在處理有關通訊和創意產業的政策上面的工作同樣是不合格。蘇錦良任內最大的污點就是在處理免費電視牌照的問題上面亦都是失職。免費電視市場已經由單一電視台這個大台壟斷多年，直至去到上個月才有另外一間新的免費電視台接手倒閉了的亞洲電視半條數碼頻道那麼大把，反映蘇錦良局長沒有為亞洲電視不獲造牌續牌做好善後的工作，相反更加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是用政治因素凌駕通訊事務局的專業判斷，破壞了我們香港自由市場的聲譽，影響了營商者的投資信心。而另一方面，蘇錦良局長在推動版權修訂條例的過程裏面亦都是表現專橫，作為條例草案的諮詢者自己有預設立場，只是維護傾斜版權商的利益，無視社會上面對新條例草案的種種的憂慮，要強迫社會接受政府的草案。而對於限制合約凌駕、公平使用模式和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等等的建議，政府不單止寸步不讓，更加不願意透過調動議程從而去創造談判的空間，只是一味
盲目咁樣批評議員係拉布，令到各方冇辦法透過理性嘅溝通咧，係去尋求共識，所以就造成咗立法會僵持咗三個月，係整整三個月嘅政治僵局。而事實上喺草案審議嘅期間咧，泛民議員一直係同民間團體緊密聯繫，務求喺議會帶動有意義嘅討論，但係一直都只係對牛彈琴。蘇錦良根本就冇心係收窄社會上邊嘅分歧。正當民間團體甚至乎版權商都嘗試行出一步，展開四方會談去尋求共識嘅情況之下，蘇錦良就突然喺立法會要設下限期，要挟議員通過草案，否則就此作罷。而政府最終就要承受撤回草案這個非常尷尬的局面。局長是罪魁禍首，局長是難辭其咎，所以新民主同盟認為蘇錦良任內的表現不單止無所作為，甚至是損害香港的營商環境，破壞行政立法關係，所以理應是削減蘇錦良的薪酬。主席，我最後一項的修正案呢，是削減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六個月的薪酬預算開支。這一屆政府管治班底之中呢，我認為吳克儉是思維素餐的表表者，因為吳局長在做教育局長之前，本職是人力資源顧問，不熟悉教育政策，任內甚至乎是沒有改善現行教育制度流弊的成績，只是顧梁振英交託給他的政治任務，令到香港的教育變成洗腦國民教育，在處理鉛水問題、 TSA 這些爭議問題上面，更加是屢屢犯下嚴重的低級錯誤，無論能力、民望都是長期不合格，市民大眾即使是沒有人力資源的背景，都是可以做到一個很重要的判斷，認為吳克儉和教育局以至整個政府成為整個政府的負擔，所以他理應是要問責。主席，過去一年學生自殺的問題是困擾了很多香港人，同學、老師、家長，但是吳克儉不單止沒有表現出應有的責任，面對社會上面對教育制度的批評，更加只是口硬地說話很不順氣，又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主席，是死了人了，不止一個，不止兩個，是超過20個，我們的下一代年輕人自尋短見，我們吳克儉無所作為，遇到批評的聲音只是會將責任歸咎批評者，面對是年輕的學生示威，吳克儉接封信都不願意，只是耷低頭玩手機，不願意聆聽。有資格不順氣的不是吳克儉，是受到我們教育制度折磨的學生、年輕人，被工作壓力拖到身心疲累的老師，以及看著是眼白白看著我們子女受苦的香港家長。主席，對於危機處理，吳克儉亦都是只是做了問題的製造者，無力是領導整個教育局是去解決問題，壓力問題、鉛水問題，吳克儉都是犯錯的，又要林鄭月娥司長呢是向他施壓才改口，是會為全香港的幼稚園和80間的中小學驗水，又推翻自己之前講過話不會或者不鼓勵驗水這些問題。所以主席，由強推國民教育到推行 中小學普教中學簡體字、國情交流團等等的爭議，都是令到我們應該在今日提出這個的修正案，要求是要削減吳克儉作為教育局長的薪酬，希望他可以退位讓賢、下台正式問責，讓香港的教育政策有機會可以重回正軌。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上述三項削減開支的修正案。鄭健波議員，會議現在暫停，明天上午9時正恢復。